我算是知道了，运气这东西要么早点来，要么晚点来。这不早不晚，在中午抽皮肤，手太黑了。哪里？来吧，最新的玄关梦工厂皮肤，看看小妖子黑到啥程度。号里还有800左右，拿下这漂亮衣服应该够了。所以老规矩，咱们抽到衣服就停。可以，第三发就中了一个包。然后第四发，再拿下一个包。有人会说，这运气不是还可以吗？兄弟们，接下来才是黑的。一个挂件用了48，一个三级头也是抽到头了，还不黑吗？好家伙，我的大黑手升级，这背包用了72。同样的流程，还拿下了降落伞。好吧，衣服怎么还没出？可以，终于单发来的是幸运的。接下来你们可以有节奏的看下去了，因为每次都是200点、200点，一直到结束。没点了，兄弟们，再来一个68。好吧，终于拿下，一整套全部单抽，硬是用了800才抽到衣服。嘿，咱过年都没买过那么贵。